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心中，不要烟火，不要星光，只要我们内心的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
谁号令七天断缘？爱与恨连成线，逃不出之间。我身上也没两样，你是功成名扬，换来天罗地网，你是不服我暗线难防，不是不想做多少瞎荒，结出真相，一步两步找到前方，梦里踏破生活倔强，却抵抗不了地主双簧，还爱真相等天亮是否能这边写上天什么闪朝三千两阵出鞘龙凤大清大玉人的背景不要洒，无岁月可回头千百年，天地间只剩下这一方，这是为何孤独受伤，梦里风在说着谁委屈，只让兵不认输，咋兵也迷雾，十万雷霆轰动乾坤，却不能将我禁锢。防天兵纵横百合也休想让我降服，这不是你能决定的胜负。我把天宫闹翻天覆，什么人民引领我说天命有心，我要抢，斩断不了来路，我要撤水挡不住混土，我要天地都为我让步。我碰见一点山崩地裂，你年华一笑，抛下满天苦相，我爱过，都是我生过，要说放不下，我要这荒诞的规矩当做个闹剧给结束。下一招进退，实现了那所谓虚无，是同未来，怎么放出潮起潮落？我先替屏幕前的各位把掌声送给花花，线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火星乐章血脉热爱十载从开始到永远2022华晨宇抖音直播音乐会。本次的音乐会由血脉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感谢美味持久久到离谱的血脉，让我们一起正热爱根本停不下来。大家晚上好，我是很荣幸来到火星做客的小齐。刚刚在这里听到了三首歌曲之后，感觉音乐真的非常的神奇，它拥有着美丽的魔法，因为在其中有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治愈，而其中又饱含着热烈。
在当中蕴含的情感非常的复杂，有快乐，有某一刻的思绪，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音乐都是因为它们流行而不断的被人传颂，因为它无比的经典而不断的被人珍藏。而与此同时，每一种曲风都会带来一种流行，每一次的演唱也都是一种新的表达。而今天我们的火星乐章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的表达以及平时不太一样的曲风，在一次次古典和流行的融合当中，在音乐不断的碰撞当中，新的音乐和全新的火星乐章在今晚由华晨宇为各位奏响。所以现在先邀请我们的主角华晨宇花花来到我们身旁，有请。谢谢一开场带来三首这么好听的歌曲，先请坐，先请坐。好的，来跟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Hello， 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其实很多朋友从刚刚的三首歌曲里面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了。这次，刚刚我们说曲风也在不断的去改变，对。然后包括这样的舞台，我就首先是对于我而言很少见。有现场这样的有视觉张力的效果，以及新鲜的曲风，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一定看到之后会感觉到无比的惊喜。当然，这个惊喜会一直贯穿今天一整个夜晚。对，因为这次真的还蛮有幸可以请到这么多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然后，其实今天整场演出都是比较偏。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线上和大家来去用音乐交流，然后所以音乐也都有就是做了很每一首歌其实都有做改编，这样然后呢能够和整个的交响乐团合唱团来去融入在一起。对，就是我们看到大家无比熟悉的音乐，然后在今天这个夜晚居然有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同时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专业的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都会和花花进行各种交融以及尝试。对，然后呢这些老师们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也会带来非常棒的表现。但是今天说到这儿，我觉得今天这个夜晚还是要带来一点小小的挑战，因为我音乐方面不太懂，但是我知道比如说在一个交响乐团当中，指挥家的位置很重要，因为他要让所有的音乐家们融合在一起，所有的音乐融合在一起。是的，但你最近也是在和他们一直排练啊，对，然后编排啊，默契度应该也是有一些的，所以接下来你要不要尝试着去当一下这个乐团的指挥家，挑战一下。哇，上来难度这么高。其实就是因为我这两天跟交响乐团排练的时候，我有浅学了一下，就是有指挥，有跟我们那指挥家老师来去学习了一点点，但真的很皮毛。但当然这个东西它毕竟是要时间的。对，但是我们也就是简单来一下，有没有想到用哪种方式来和他们去合作一下？可以，但我可能可以浅浅的指挥一下，但主要还是但我可以以一个钢琴的方式来融入到整个的乐团里面，这样。行，因为今天在现场的确有近百位的音乐家，我们的交响乐团的各位老师们在现场，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的确因为艺术这个学问很深，但是你既然说了，那咱们就准备准备。好啊，那好，试一下。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我非常的期待。好，好，那就请你去到舞台上和各位老师们共同准备一下。好，哇。一上场，哎呀，给大家提出了这么样一个挑战。同时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下，就是在今天晚上直播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能够欣赏到如此好听的音乐，与此同时今天炫迈其实很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时刻。当本次音乐会线上人数破亿时，我们将会在现场解锁花花除了本次音乐会歌单之外的另外一首歌曲，所以各位福利时间，大家赶紧召唤自己的朋友们进入直播间，当然也可以点击我们直播间下方分享按钮自动生成歌词海报，分享给大家的好朋友们，一起听歌，一起听更多花花的歌。好的，那我们的指挥家花花做好准备开始上线，我们就要把舞台交给你们了。这个乐团即将为大家带来很大的惊喜，花花你准备好就随时可以开始。
我可以上去了吗？哇 ，For Forever，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哇，好，好紧张啊！这个，但是很有趣，就是像各位在接力一样，然后抛过去，这边接过来，对，对怎么样？感觉当这一会儿的这个指挥家的感觉怎么样？我已经非常的荣幸了，能够有幸跟这么厉害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然后，其实我刚刚真的很紧张，然后也尤其是弹琴的时候也很害怕，自己要是出了一点点失误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音乐的表演。对，其实就是因为指挥家这个角色还是非常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非常难，对不对？但你还是有点谦虚。我们请这位指挥家老师一起来到我们台旁边，我们请人家专业的指挥家老师点评一下，感觉花花刚刚和您这样的配合，然后让指挥的怎么样？您觉得？我认为花花第一次就能够带动全场，其实已经是相当厉害了。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天赋的，而且他的学习能力也很强。我们这一次演奏他的音乐，虽然呢这个曲风都是各不相同，我们却发现他的歌曲都能够与交响乐有着很好的融合。所以这也是这一次音乐会的大的机会，能够和花花一起带来一个别开生面的一种表现的形式。那大家的感受会怎么样？包括前面之前排练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开心能够与花花有这样一个音乐上的合作，我们这一次的配合的默契度其实是很高的，而且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非常令人惊喜的。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珍贵且美好的回忆。我期待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与花花合作的机会，同时也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喜欢这种形式。我之前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花花一旦对一个东西感兴趣的时候，他立马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去了解它，然后学习它，接下来就是钻研它。所以这次和他们一起合作到现在，包括未来要不要继续会在这方面深入的去了解一下，以及有什么想对各位艺术家音乐家老师们所说的话吗？首先非常感谢老师能够教我一点点这个关于指挥上的一些学问，对，然后也这次也非常有幸能够和这样厉害的交响乐团合作，然后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更深入的学习，然后也可以把它放到自己的这个创作里面来。对，我有种预感，未来肯定会在你的创作当中感受到这样。当然这个舞台还是属于音乐，属于各位音乐家们，所以我这个观众呢继续去到台下陪着各位屏幕前的大家一起来欣赏音乐了。舞台交还给各位，继续开始你们的表演，好不好？好的好的，那继续，我在下面给你们鼓掌。好，谢谢各位，谢谢。什么？
着一个苍老的小孩，如果世界听不明白，对影子表白，是不是只有我还在问为什么明天更精彩。电话里找不到童真的灿烂，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好想爱这个世界啊。这种方式存在，是因为那些彷徨。
膝下接通电话无人拨打，是习惯孤独的我该得到回答。动物敲牙把谁推下才算赢家，我无声的反抗何时能战胜他。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仿佛失魂的虫鸣，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都能弥补的过去，每当想起Here we are. 时空现实忽明忽暗，难以触碰。我站在山最顶端，向夜空尽头如有生命。这流星划过天际，如果放晴划过星云，我却看不到。没有太多诉求，云带的和平，迷你妈咪。钢琴中是从听到，并阿宁在轰鸣，这心灵被一起思创意。但是别再要冷漠，举起双手，热情相拥，别再太沉默。不管利弊或对错，已经一直在。Thank you.
活持续成长，能激素过了一夜飓风来临，万物生长，改掉以前的碰撞，不知抵抗，偏要承受未知的绑票，想要不忘初心，有我的理想依然前行，很难过当初于是所有努力做的承诺却沦为化成风，一场空回头他在此身边，一路风景做个矫正，期待我满意，老天给了我鼓励，从内心倾诉，太过瘾了，看花花的音乐会的感觉就像打开一盒巧克力，下一秒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看到怎样的曲风，品尝到怎样的感觉，但是太棒了，那心情就像坐上那个过山车，起起伏伏，然后直冲云霄。来，花花请来到舞台上，来先喝口水，先喝口水，缓一缓缓一缓。我刚刚看到那个我们下面那个弹幕，大家都在发内容，有个朋友说哎呀忘带了耳机了，赶紧去找到耳机，你要戴上耳机听他在你耳边去唱，这个享受的感觉太棒了。而且很多人对于今天的整个形式都会很喜欢，我来拿一下，来，我没事，我拿好了，好，没关系，我帮你拿，我没事 okay, 没事，因为他一会儿要从我手里接走、好对，因为今天整个的音乐形式大家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太过瘾了，你自己刚刚又连唱了三首歌， 对，感觉会不会很过瘾，因为其实很久没有在大家面前就是这么正式的唱这么多首歌曲，是的，之前好像也都是在每年的这个演唱会上面，对，然后对，所以也很久没有唱这么多，所以我就很享受，对，然后想把就是怎么讲，就是能量都在这个舞台上释放出来，对，而且应该也是第一次尝试着以这样的方式，线上的方式，线上音乐会的方式来跟大家进行见面，对，没错，然后演唱，这样的感觉，这种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的演出基本上都是在线下演唱会，然后因为主要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自己写的歌曲
其实大部分都很适合来现场观看，因为有很多音乐都是就是摇滚啊，然后互动性很强，就是跟观众现场的这种互动，然后呢很多的那种大合唱啊，然后玩啊蹦啊嗨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对，所以其实就是很适合线下。然后那这一次呢也是我觉得第一次就是在线上，现场是没有观众的这种形式来去跟大家见面，所以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做这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和整个团队，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音乐总监一起就是商量了很久要选哪一些歌曲，然后又想要脱离传统的音乐会，但是又想就是又要保持那个音乐会的这种就是音乐会整个的样子品质。对，而且主要是你刚刚真的是字里行间其实一直都在想，特别想观众，就是想着有那种线下的互动。没错，但是我真的因为我刚刚就站在你对面，那种音乐的冲击感真的是扑面而来。但是这种思念不光是在言语间，也是在今天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其实刚刚如果有镜头带到，或者此刻的镜头能够拍到的话，我们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很常见的所有的音乐会的现场的观众席。虽然这个观众席现在上面并没有坐着人，但是也是专门为此而设计的吗？没错，因为就是也是我跟团队一起沟通后做的一个小小的设计。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比较就是很希望，就是说我的每一场演出，然后还是有歌迷在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虽然今天是线上没有观众，但是我其实还是想把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这种座位席给大家就是准备好留住。然后呢我自己在演唱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的家人们都在这里陪伴在我身边，然后我来唱给他们听这样。是的，特别是今天其实通过线上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方式有一点特别，就是因为更多的家人们他们可能没有就坐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席当中，但是他就坐在屏幕前的观众席当中。我刚刚其实有一刻也是，就是你唱完的时候我特别习惯的想等待着陪现场一起来欢呼，然后会发现哇，大家其实在屏幕前肯定也已经鼓掌欢呼尖叫，所以我会替大家来鼓掌。但是我们也会期待着说以后还会有继续有机会跟大家来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的去感受彼此对于音乐的那种开心。那当然这个舞台还是音乐为主，还是要继续。那下面这首歌曲大家也非常喜欢，所以寒鸦少年准备好就送给各位好不好？好的。好，请登台。那与此同时呢，也告诉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观众，你可以随时点击直播间下方的分享按钮，自动生成歌词海报，分享给大家的好朋友们，让更多的人来听花花的音乐会，听到花花的歌声。那下面我们一起再来欣赏这首《寒鸦少年》。是现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等候，乌鸦张开嘴巴，嘴巴。
荆州，谁恶意搀扶方安间带路，举如当妖妇，谢谢你让我都看图，别当我是傻瓜，傻瓜，傻瓜。斗牛。
眼泪都没有被划折，渡过江夜晚，终于有梦，看着我吧。最是周杰，好在开三手麻拳，陈浩辉那会儿没的不会，黄色变成灰，纸醉原来他是伤在绝对上面之一，机会无论是什么理由吧，绕上金钩，砸飞半不朽，战胜几个回合，霸气泄露，长矛手卡顿节奏吧。
谢谢谢谢谢谢现场的各位老师们，谢谢各位音乐家们，哇，太过瘾了。好的，刚刚我们又听完了两首好听的歌曲，寒鸦少年和斗牛，而且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在舞台上又有新的朋友加入其中了，那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专业的合唱团的各位音乐家们也加入了今天的音乐会表演当中。再次感谢各位合唱团和交响乐的音乐家们的加入，也谢谢你们的加入，让我们在此刻正在观看直播的所有观众能够有机会感受到音乐会交响乐的魅力所在，更要感谢花花和这些音乐家们，他们彼此之间用音乐的碰撞和交融带给我们如此之棒的视听盛宴。这里是炫迈热爱十载从开始到永远2022华晨宇抖音直播音乐会，炫迈十周年，用持久清爽美味陪伴每一个正热爱的人根本停不下来。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城市呢，现在室外温度是18度。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很多朋友在想说，如此之棒的一个音乐会，是不是提前录制好的规格如此之高？不是的，此刻我们室外的温度18度，但是在这个现场由于你们的关注，我们这个现场变得无比的火热，甚至产生了一些火花和花火。所以千万不要犹豫，我刚刚在观赏音乐会的同时，我也在看每一位此时此刻屏幕前观众的留言，你的每一个留言我也会看到，我相信也许在后面的聊天环节我也会转达给花花。与此同时，我们的观看人次也已经破亿，这个好消息我相信人数会不断的上涨，大家一定要让更多的朋友来听到如此棒的音乐，听到更多好听的花花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其实听到了几首歌曲，一直围绕的是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热爱。花花用她的演唱为我们诉说了她对这个世界的表达，对生命的热烈，也对唱歌的热爱。我之前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一次当他开始聊及音乐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话匣子打开的话痨，因为他太热爱这件事情了。这个月9月27号就是花花出道9周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转瞬即逝的，但是在时间这个转瞬即逝的长河当中，作为一名创作者，作为一名表达者，作为一名歌者，其实做到坚持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过花花一直坚持地做到了，她在坚持自己的表达，也在坚持自己的初心，她在坚持用9年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所以的确需要热爱才能走过这个9年，以及走向未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9年。那屏幕前的各位，你们有什么想对花花说的，一定要通过弹幕发送过来，我真的看到了你们很多很多的弹幕。那不光我看，花花也要来到舞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9年的感受，以及聊聊你们有哪些想听的话。来，花花有请。请坐。哇，好好看的衣服。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提9年这个时间点，对，马上就要到那一天，所以9年过来之后有什么感悟想在今天这里跟大家分享呢？因为其实9年的时间其实觉得还过得还挺快的。对，然后我还记得9年前拿了那个比赛的冠军，然后当时好像也是比完赛之后第一个代言好像也是那个炫迈，对吧？是的。然后就是9年后又和炫迈在这个以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在这个舞台上进行了一次合作，对，然后觉得还蛮感慨的。然后这9年来也发过专辑，开过演唱会，然后还开了很多场演唱会，然后所以觉得就是感觉和歌迷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年，好像有开心的，也有大家一起难过伤心不舍的时候，所以觉得想一想还挺感慨的。对对，因为今年是今天我们音乐会的独家冠名商炫迈的10周年，就像你刚刚说的，是第一个当时合作的代言的品牌。其实就像他一样，太多的朋友此时此刻屏幕前的朋友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陪伴，也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陪伴，才使得9年的时间感觉一下子就到了今天，陪伴到今天。而且在
这九年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花花自己的成长也好，还是在音乐上的每一次突破、新的尝试也好，每一个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就像今天我们的火星乐章，我们也分为了三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叫做伊始，这个伊始其实就是在讲述的从出道开始，然后那时候带着自己的音乐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第一首歌，然后第一个舞台，第一场演唱会，第一个 MV， 以及第一次红海出现，第一次火星人大家在家中相聚，就是这么多第一次，在走到现在，感觉有哪些变化发生吗？变化，我觉得其实我如果要说做音乐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的音乐好像，反正我一直在挺坚持在做这一件事情，然后而且在音乐上我觉得变化算是很多的，因为就好比大家刚知道我认识我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一直在只有海选的时候唱过一首无字歌是我的原创，然后一路下来好像基本上都是唱的翻唱歌曲然后比赛的，对，只有出道之后才有机会带自己的创作，对，给大家让大家听到。然后我觉得这九年来，其实我写的歌曲风变化还挺多，就是有摇滚啊，然后电子啊，然后说唱，包括中国风啊，包括民乐，然后还有这次的这个交响乐，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随着这个时间这个叫什么年纪的这个时间的推移，对对，然后来去音乐也会跟着一点发生一些改变，这样，对。你音乐上改变是真的会一直在变，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当你会感兴趣某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立马去走到那个方向去，然后拿出一个作品来给大家看。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其实就是第二个篇章的主题，就是热爱，就是因为太喜欢了，所以你才会这么扎进去，然后投入进去，然后拿作品出来，然后不断的去打磨过去。但是呢，说到这儿，我必须要来聊点实际的，然后呢，替屏幕前的各位啊催更一下。新的专辑什么时候打磨出来？新专辑今年是肯定会发的，然后现在已经在筹备当中，然后里面有我去年演唱会上面有提前先唱了六首新歌，然后但是还没有发表，所以这六首歌会放在新专辑里面，然后还有几首歌是大家还没有听到过的，然后呢应该是在年底就会把整张专辑来带给大家，这样，对。那你像大家没听过的，我再看能不能问出什么来，就是比如说曲风上面你时间反正你已经说出去了，就已经许下去了，知道在曲风上面呀，包括我想主题上面还有哪些你觉得是现在可以跟大家简单聊一聊的，或者说大家可以期待有哪些新的惊喜的东西。简单，有曲风一定是有一些，我好像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就是之前或许没有过的一个曲风。然后呢，再就是可以透露一下，就是有，简单说就是有快有慢啊，对。好，有快有慢。对。啊，行，也就先透露到这儿了，把大家这个胃口吊足。对，那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这样的新的有不同的曲风出现，既有熟悉的花花在，也有全新的在音乐上不断尝试的花花，在这个新的专辑当中。是的，今年一定见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篇章，我们第三个篇章的名字叫做永久，因为恰好是九周年，九这个字其实特别美好的一个祈愿，就是因为除了这个九周年之外，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彼此之间长长久久的。我就想，我刚刚您说九周年，我想你可能要说长长久久。被你给发现了，对不起，还是一看就是录节目录很多之后，知道主持人接下来要说的什么话头。但是不是这是心底的心愿吧？对 对, 对，要和大家长长久久的走下去。对对 对, 对, 对，让我想起了那个叫什么婚庆的那个感觉，开玩笑，这是你自己说的啊，开玩笑。你现在还今天带着一个大花在胸前，因为九周年就是要和大家
纪念这样的一个日子嘛，然后同时呢就是要长长久久的继续陪伴着彼此走下去，所以有什么要对火星人说的吗？因为其实我跟歌迷之间这九年来其实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其实我认为还是非常默契的，就是每次我们的交流方式其实都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可能我会说的话会比较多，然后跟大家聊天，就是可能像平时大家可能会通过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用留言的方式来跟我讲话，那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能做的就是用我自己的创作，用音乐的方式来去跟大家交流，比如说用每一年写的歌，然后呢能让大家感觉到我的一个心境的一个成长，对，然后也是想，就是其实我每年我会写很多歌，就是但是我会把它拿出来发表出来的歌曲是我觉得这个歌曲是我想要去跟听众去想跟大家分享的和想让大家去感受的，对，那可能就是所以每次我想说的话都会放在音乐里面，然后那这九年就是简单点说的话就是感谢大家还都在，然后感谢陪伴，然后也希望可以就是未来还可以一起很多年，这样长长久久。对对，因为我觉得做歌手很幸福一件事情，就像你说的，每一首歌它既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个音乐创作，但同时就是想它是你想对大家表达的那个话语，只不过就是放在那里，然后每一年你拿出来的部分就是这一年想跟大家说的，然后九年过去了就变成一个日记本，然后不断的翻阅不断的翻阅，所以大家才会每年都想说，哎，今年花花会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然后就会想等着那张新的专辑新的音乐作品，然后早一点哎来到这个舞台上面去跟大家听一听，然后他们每个人在这九年当中也一定会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既然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直播音乐会的方式，那大家更可以的是通过我们的弹幕，大家把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其实哪怕此刻我们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没办法看到，但后面我们还是可以去观看回看的弹幕呀，以及我们会关注到你们所发出来的内容，有什么想对花花说的话，既可以在日常的社交媒体当中，同样也通过今天的音乐会，这是一点好，就你可以把那个音乐会那个东西当做你此刻在演唱会的现场对他喊的那段话，然后直接打在我们的弹幕上面，这样的话天南海北的朋友们火星人们同样还是回家能够彼此来交流交交心的话，当然我也知道在以往往年的演唱会的现场有一首歌每一次合唱的时候哇蔚为壮观啊，对，花火情歌这个固定的曲目我们今天也不能少， 对， 对不对，对，今天既然不能少的话现场如果你们没能到场没关系我就替你们魂穿我，刚我看弹幕大家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作为主持人就是有这点好处，但是你们就要当做自己在这个位置上，你们都可以把自己坐在哪一个位置发在弹幕上，比如说我坐在二排左边第三个位置，然后下面会和你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人也有，然后你们要一起来继续合唱，我相信今天在这个现场你们在合唱的过程当中花花一定也是能够感受到所有的屏幕前的大家在陪着你唱这首歌。对，好，那咱们来吧。好的好的，国王与乞丐有请。
谢谢花花，来，谢谢，请喝口水。哇，因为刚刚在我们聊天之前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会的直播的观看人次已经是破亿了。刚刚这首歌曲，我相信屏幕前那么多人，一定会陪着你一直都在唱。而且刚刚我也在看大家刚刚在看的时候那些留言，每个人也有刷歌词的，然后也有去说自己想说的话的。但是我发现你刚刚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一直在看着我们观众区的那个位置。对，为什么会对着那个空空的座位在唱呢？因为哦，谢谢，因为我就算是一个，就是因为之前演唱会的时候每次唱光与乞丐的时候都会和歌迷们一起来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合唱的方式来唱歌。对，然后呢而且已经是一种算是一种默契了。对对对，然后那因为这次线上演唱会，然后歌迷没有办法到达现场，那我已经把座位席就是给大家留好了。对，所以我想专门对着
作息上面的我心里面的观众们，然后来去演唱这首歌。然后我还是想把这首歌让我和歌迷之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感觉留在今晚。这个纽带能够每一次都因为这个纽带大家更加紧密的在一起，而且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演唱会永远会为你留一个座位。这也是花花通过今天这样现场的这场音乐会想要传递给观看这场音乐会的这么多火星人的一个小小的告白。那当然在这场音乐会上面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设计在这里，除了现场大家看到的有没有发现到的一些彩蛋之外，邀请到了这么多的音乐家来到现场，除了我们刚刚已经尝试指挥了这样的乐团的各位音乐家之外，还有我们的合唱团的各位也来到了这里和我们一起来参与创作。我知道就是你们在排练练习的时候，你要知道我说这种话的时候要发起一些挑战了就是你们也有一起来玩过一些音乐的东西，比如说阿卡贝拉啊，对对对吧，那就玩的这个有试一下，试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因为难得可以跟这么多的歌唱家们一起然后来去合作，然后就排的时候就有想说试一下玩一个阿卡贝拉的这种玩的东西。我就想说反正你也试一下玩了一下了，那不如我们邀请几位来到台上然后再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好啊。好，那我们邀请几位合唱团的各位艺术家们，那几位老师们一起来到台上和花花来现场合作一下。这也是在音乐会现场不一样的惊喜的。对，那我就去到台下继续欣赏各位的合作了，但你们一起来商议一下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什么好不好？好，那我因为OK，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其实这首歌我们其实改了好多个版本，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版本呢是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唱这个阿卡贝拉，对，所以那这首歌又改了一个新的版本，非常适合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的舞台，对，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对，期待一下，我下去享受一下。这么被委屈的感受，哇呼才能够顺应所谓的潮流。画笔或字头应该没说明过所有，忘不掉借口，懂得人自然能感动。感受，我管你的感受，我管你的感受，我管你的感受。
傻或是笑话，管你什么办法，别幻想我落落大笑。哦，谢谢，哇，谢谢各位老师，表现得太有趣了，来，哦，谢谢，哇塞，各位老师表现得太棒了，我替各位啊把这个掌声送给大家，但是花花你怎么会想到用阿卡贝拉的方式来表现《我管你》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我之前。